我遇见了一个奇怪的女子，她闯进了我的结界，她闯进了我的结界的，也没几个人吧？我看到了她的未来，她还年轻，但死于大人，看样子应该是不久之后。你可以走了。你，抱歉。 师尊，您给我们展示展示，让大伙儿开开眼界。哇！他就是新来的师尊。正是。他什么来头？属下无能，并未调查出具体来历，只看出他用的是天界法术。天界法术。